主料：肉50克，青萝卜200克。辅料：胡椒粉、盐、韭菜、味极鲜、香菇、香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肉剁成馅，韭菜洗净切碎，肉和韭菜加味极鲜、盐、胡椒粉调味，搅拌均匀。萝卜切成镰刀块，锅中煮水，把萝卜煮一下，香菇切丝，香菜切断。煮好的萝卜加上肉馅，煮萝卜的水中放姜片、香菇丝，肉馅熟后，放香菜丝，出锅。烹饪技巧：香菇和香菜也可不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